刘诗诗2015年领证结婚，三年前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，今年初被八卦媒体爆出两人感情生变，但夫妻俩双双否认婚变传言。但八月两人又被拍到一前一后散步，吴奇隆因为没帮刘诗诗挡门，害太太差点被夹到，引起部分网友不满，认为吴奇隆很不绅士。没想到近日又有媒体再度拍到吴奇隆一家三口去餐厅，而当三人准备离开时，刘诗诗走在前面，双手抱着三岁儿子，吴奇隆在后面紧盯母子俩，随后全家一起上车离开。结果照片一出，让不少网友认为吴奇隆真的很不体贴，一个男的为啥不抱着孩子？但有粉丝认为，有时候小孩子会指定让人抱，不太需要小题大做了。